不是我们又不欠钱，现在再说了我们还有点积蓄，再养个孩子也不是养不起。我不伤，要伤你自己伤。不是我自己又怎么了？你爸非得要再给你生个小妹妹。爸，不已经有我和我姐了吗？还有小妹妹干嘛？你小孩子懂什么呀？多个妹妹多条路，长大以后好致富，懂不懂？不是，你给我生个小妹妹就是为了以后发家致富啊？啊，那你以为呢？那我妈再给我换个爸，行不行？那肯定不行啊，你妈属于我自己的。哦，现在又不行了。那多个爸爸多个家，何必区分你我他？那只要爸爸换得快，我肯定能当富二代。你以后不就发家致富了吗？你，我听我妈说你想三胎。啊？怎么了？我不同意。为什么呀？我怕他跟我分家产。我也没有家产啊。你也知道你没有家产。你没有家产，你想三胎，你怎么想的呀？你自己什么情况你不知道吗？就连你的零花钱都是用我的压岁钱。一听见我上学就够累了，能不能让我少操点心？哎呦我的妈！